故事。小狗做记号。小狗第一次去外婆家，妈妈怕它回来的时候迷路，关照说，去的路上不要忘了做记号啊。知道了，妈妈。小狗告别妈妈，出发了。走过菜园边，它停下来，在篱笆边撒了一泡尿。草地上的小兔看见了，说，小狗，你怎么在这里小便啊？小狗回答说，我这是做记号啊，这样我从外婆家回来的时候就不会迷路了。小狗继续往前走，走到小河边，它停下来，在一块大石头边撒了一泡尿。河里的青蛙看见了，说，小狗，你怎么在这里小便啊？小狗回答说，我这是做记号啊，这样我从外婆家回来的时候就不会迷路了。小狗继续往前走，走过树林边，它停下来，在一棵大树下撒了一泡尿。树上的松鼠看见了，跳下来说，小狗，你怎么在这里小便啊？小狗回答说，我这是做记号啊，这样我从外婆家回来的时候就不会迷路了。小狗继续往前走，外婆家到了。外婆，我来看您来了。好好。在外婆家玩了一天，傍晚小狗要回家了。它沿着原路往回走，在每个做记号的地方都停下来闻一闻。一点儿也不错，这是我留下的气味。妈妈，我回来了。小狗顺利回到了家，全家人都好高兴哟。原来啊，狗出远门的时候怕迷路，所以呢，在一些比较明显的地方抬腿撒一些尿，做个标记。小朋友们，你们懂了吗？